居然不在这儿，而且气息减弱了，难道被他跑走了？虽然我脸盲，但是气息不会错的，怎么会呢？ I feel like lose myself, can't find my way to not lose you. Why is it so complicated? Tell me the truth, this is the end. I feel like lose myself. 现在的年轻人玩的真花呀！哼，流氓！谢谢了，他居然能掩盖我的情绪，受伤不轻，差点忍不住吸他的血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 帮我，拜托。不太好吧？你到底什么人？血族。吸血鬼。吸血鬼是你们人类对血族无知的称呼。那你喝人血吗？嗯。你不要吸我的血吧？我对兽的要求很高。不吸我的血。 你想多了，你会忘记今天晚上的事情。怎么可能忘记啊？这种事情你会忘记？你会忘记今天晚上你根本就没有出门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可能？你没有被催眠？催眠？ 还说对我没起诉，就是图我身子。我倒要看看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。喂，你看到什么了？一品不怎么样，身子还不错，真是可惜。去死！我确实是在用超能力，我想看看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。那你看出什么了？刘萌，你不能这么侮辱一个高贵的血族。我偷看我还说侮辱你？小林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第一次就猜你就躲起来了，太不应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走走走，咱们进去继续喝啊。 哎呀，小林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刚入职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习如何喝酒。<笑>灌我酒？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酒喝的越多，在我身边学习的机会就越多啊，懂我意思吧？主管说的对。哎，上道。哎呦，为了表达我学习的决心，我敬你一杯。 行啊，来干！
就这，你别光见我一个人，咱那么多同事呢。李贝，来，起，去。架不住人多，得溜。喂，啊，老公，你来接我了，到楼下了。啊，好，我这就来。哎呦，主管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公到了，我得先走一步了。你结婚了？啊，新婚呢，老公有点粘人，这多没意思呀！结婚了，要不这样，你把这两杯喝了，我就放你回去啊。行，没多少，是不是？不错吧？啊，喝。小林啊，他谁啊？他是我老公啊。老公。不是说让你在楼下等人家的吗？你什么时候说过？刚才在电话里说的。我们没有打电话，没有什么必要。你面试的时候说你是单身，现在一喝酒呢，你又说你结婚了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些人呢？我没有，瞧不起又如何？你这种垃圾只会脏了别人的眼，去找死！我。你会为肮脏的小把戏而臣服？小林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想借团建的名义占你的便宜，我就是想把你灌醉而已。谁让你这个没什么背景的实习生，反正你也不敢反抗，你没能力反抗。我不是，我真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，滚蛋！还有你们啊，还有你们两个，明知道我好色啊，还一直给新来的女同事灌酒，你们这叫为虎作伥，知道吧？天打五雷轰！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你刚刚对付主管的招数就是催眠。你真的能操控人？不必谢，毕竟你也帮过我。谁要谢你？因为我已经搞定了。猎魔人还在附近，我还得靠这个女人掩盖信息，这个女人身上的谜团我也得搞清楚。你刚刚叫我老公，应个急不行？如你所愿，我允许你嫁给我。如你所愿，我允许你嫁给我。你认真的？果然是漫画里的这种展开，就是脱身子。回来有什么？身高185，体重72公斤，胸肌腹肌都有，硬件满分，人品如一品，嘴巴嘴人却不坏，硬件也不错，软件也不错，除了是个吸血鬼。我拒绝。吸血鬼没问题，但你是一个被追杀的吸血鬼，谁知道你会不会连累我？我可以给你买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用你赚的蜜花就会大了。要不拿钱跟我结婚？那么我吸干你的血。谢祖大人，我话不能这么说吧？谈钱多伤感情啊，主要是助人为乐，我单纯想帮你。很好。那个，你给我加点钱吧。你不值得。我叫秦墨然，跟我老板名字一模一样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叫林佑。我们回家吧。回家。我们，你确定要住我家？夫妻住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干什么？你不会真的脱我身子吧？虽然我也不亏就是。收起你肮脏的想法。我呸！我拒绝。你拒绝？不是你要来的吗？接待客人的时候，家里应该保持整洁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一个淑女的家应该像她脸一样干净。好，现在就去洗脸。
这是哪里对我讲道理？其实这是品味。玩游戏。哇，季默然，好样的！其实，你干什么？做个家务可没那么大奖励啊！我的衣服脏了，帮准备一条真丝睡衣。我给你准备一套太空服，好吧？去把我的睡衣拿过来。这是什么？拼夕夕销量第一真丝睡衣。不是你要的真丝吗？你今天把如此低劣的东西套在我身上是吗？那正好，别穿了，我还看。九爷，没事吧？我受伤了，需要时间恢复。查到那个猎魔人的身份了？还没有。尽快。那个猎魔人很强，好在他没看清我们。不要隐藏，找机会干掉他。近期不要来找我，就算遇到了，也装作不认识。是。林佑，今晚公司20周年晚庆，你别去了。凭什么？你每次都穿这么土，丢我们部门的脸。没错，长得丑也就算了，还不会打扮，你有一点女人的样子吗？我是来工作的，又不是来选美的。选美？选丑才轮到你，别说我们部门的人了。我都丢不起这个人。是。今晚我有事，我要出去。怎么了？今晚公司20周年庆，不知道要不要去。秦氏药业20周年庆就是今晚，他是我的员工，想去就去。不想去就不去，有什么好纠结的？我还在实习期，这么重要的活动你不去，怎么留下来？那你还在纠结什么？去的话还要化妆打扮，麻烦死了。隆重的晚宴，穿着得体，是对其他宾客的尊重。把你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。干嘛？抽。廉价。毫无美感，没有一件能穿。先化妆吧。我不太会。好了，这才是一个淑女，参加晚宴应该有什么样子。那个藏着吸血鬼的 KTV 幕后老板是秦氏。今晚我会不会也能逮住几只小畜生啊？虽然看不清，是这熟悉的味道。吸血鬼怕大蒜，让我看看哪些是人，哪些是鬼。你也怕大蒜？你是不是吸血鬼？你说话，你神经病啊你！你说林佑他还会不会来？他要是有点自知之明，他就不会来了。我要是他，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。每天邋里邋遢的，简直丢咱们女人的脸。就是。他是林佑？怎么可能？Was it so complicated？ 小林，慢点吃啊，别噎着了。
我果然没有看错，你真有料啊。主管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你这是又要找我喝酒？那是，上次不是没喝尽兴吗？这次咱们两个晚上不醉不归啊。这一次我先吃解酒药，就不信灌不死你。小林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没事儿，我去里面休息休息。我也喝多了，啊，你们接着喝啊。慢点儿。主管，你想干嘛？当然是干你了，请你自重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好好听话的话，我让你这个实习期没过完就立马滚蛋，你信不信？你性骚扰员工，你刚刚说的话我已经录音了，明天就上交给公司。你还录音是吧？我今儿说什么也要把你给办了。垃圾就应该丢进垃圾桶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不来，你可以安然无恙走出这里吗？你在担心我？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你来休息室收下垃圾。是，秋爷。一看见外面有个面生的，可能就是那个猎魔人。他人呢？联系不上了。我知道了，我有事先走吧。他肯定对我有意思。九爷，依依找到了。他怎么了？被人打晕了，看定位就是距离你最近的废弃仓库后门。我马上过去。喂，那天晚上在 KTV 的就是你，对不对？那女人身上有你的味道，哈哈，看来我没抓错人。你会后悔引我来这里。你上当了，血族大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圣水的滋味怎么样？卑鄙！哼，好家伙，淋了圣水还能跑？就算是吸血王族，老子也杀定你！啊！你没事吧？秦墨然，怎么是你？啊！老天，回味都在捡你。我该怎么帮你？给我，给你。墨然，当血族的心脏重新跳动，我们才有机会摆脱诅咒，重新行走于阳光之下。你到底是谁？当血族的心脏开始重新跳动，我才能摆脱诅咒。到底是谁？流血还这么高兴，疯了吧？心脏重新跳动，像人类一样会受伤流血。我摆脱血族的诅咒了。你别过来啊！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。发誓！我以血族的名誉发誓，我不伤害你。吸血鬼怕阳光，如果他过来，我就马上来开窗帘。喂，你手上的伤要止血的。止血？怎么止血？你没受过伤啊？血族的血比冰霜还冷，就算受伤也不会流血。而且我有强大的自愈能力。很快伤口就可以恢复。那现在呢？怎么做？先用药水消毒，然后包扎。
谢谢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弄脏我的地板。你去哪里？我去上个厕所。你的伤好了吗？还没完全恢复好，昨天晚上。还想吸我血？跑啊！他一个普通人类，竟然能伤害到我！你别过来啊！我发起疯来，连我自己都怕。区区一把水果刀，你以为真的能伤到我吗？你流血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流血了，你的刀是法器。流血，真的流血了，我流血了。血族不怕阳光吗？怕。那你？我想试试。你要干什么？帮你啊。真的没事。我不怕阳光。我摆脱了血族的诅咒。你刚刚还想谋害我。谁谋害谁啊？明明是你想吸干我的血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吸干你的血？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。那昨晚呢？你现在不是好好活着吗？那你也是真的咬我了呀。真正的绅士会先向女士道歉，即使她并没有错。我为我昨晚鲁莽的行为向你道歉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被你吸了血，都低血糖了，我得买点东西补补啊。支付宝到账50000元。那个还能多点吗？你的血值吗？行吧。那你以后不会再吸我血了吧？我已经，我真的摆脱血族诅咒了。我无法给你100%的保证。那就是会了。不行，这件事情不得不做。签字，不签的话从我家搬出去。既然如此，我的条件也要加上去。凭什么？这是我家。因为我给了你100万。行，可以接受。第一，不可以吸我的血。可以，那得加限定条件。非必要的情况下，我不会吸你的血。那什么是必要情况？这由我来定。那还有什么约束力？如果必要时候要吸你的血，我会以血族的信誉，保证不会伤害到你的生命危险。另外会给你相应的风险保障，50000块。嗯，好，这要加上。我还有六千。这等东西以后不允许出现在宫里。啊，我的漫画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允许此等品味低俗的东西出现在我的世界范围。这种事不准在家里穿真丝睡衣、名牌衣服。为什么？我奢侈品过敏。洗好的衣服必须马上叠好放进衣柜。不准要超能力看我身子。回家以后脱掉鞋袜必须马上放好，不准。成交。林佑，还不给我去相亲！九爷，你能在白天活动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没有搞清楚，不过应该和那个女人有关。就是和您结婚的女人，她在等您，等她的相亲对象。她都和您结婚了还相亲啊？您不介意啊？不过是一个掩盖我身份的普通女人，我有什么好介意？那您还一直盯着看啊？对了，那个猎魔人一直在查秦氏的产业，还有您，您投资的这家餐厅他也在查。我知道了。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你走吧。啊，对了，九爷，您好不容易白天能活动了，就在这里看人家相亲。这也是一项有趣的活动。啊。
相亲有什么好看的？明明是看人。你就是林佑吧？我是你未来的老公。姨妈从哪刷到的极品？不是，你可能认错人了。认错？我可是给了你姨妈100万彩礼，你想跑？您误会了，我刚才跟您开个玩笑而已。林小姐长得确实漂亮，我这钱花得值。吃完饭咱们就一起。我先上个洗手间。请便。老板，我把林小姐带回来了。哎，这餐厅太大了，我都差点迷路了。哦，我们喝点酒吧。管死，我专门带的有酒，咱们喝这个。倒酒。来，干杯。喝酒，老娘还没胖。这怎么回事？这酒有问题。带林小姐回去。哎，你谁啊？你又是谁？我是他未来的老公。是吗？我是他现在的老公。你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揍他！谁敢在秦氏餐厅闹事啊？哟，刘总，经理，我可是你们餐厅的 VIP 贵宾，这小子不光打碎我的酒，还想带走我的人，你得给我个交代吧。敢得罪本餐厅的 VIP，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好。你打算怎么不放过我？秦总，他说我打碎了他的酒，要我。秦总，那是他胡说。经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竟敢得罪九爷，秦氏集团的九爷。我打碎你一瓶酒给你试试。哎，九爷九爷，不用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拿这瓶最贵的酒，你不是喜欢喝酒，现在全部放开。小姐，小姐，放开。我放了。大白天的像什么话？他要通过秦氏的产业查我，这个猎魔人果然不简单。一口大蒜把人熏死了。等等，他又没看过我的脸，我怕什么？你坏坏。怎么又睡一起了？林佑，好你个不要脸的小贱人！搞砸了和刘总的相亲，原来是在这藏着野男人。你是谁？我是谁用不着你管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去刘总那里。我不去。不去也得去，我彩礼钱都收了100万。刘总还说了，不是你表哥做生意开公司。我不是你用来交易的商品。你爸妈死了是谁养的你？是我够你吃穿，够你上学，你就这么暴打我？你个白眼狼。我放手。他不想去。敢拦我，放手你！你是哪根葱，敢关起老娘来了？不关他的事。绅士应该保护女士。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，还在我面前东拉西扯了。出去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
我已经没有超能力了。你个小白脸，臭流氓，不要脸，勾引良家妇女。够了，说两句就好了。虽然我是绅士不打女人，但你们太过分，我跟你说。还绅士？绅士就勾引同行大闺女上床啊？粗俗。我粗俗？你们两个睡一块儿不粗俗？我俩并没有做任何苟且的事情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那就是做了。我们林佑不能陪你白睡，拿钱来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陪睡的吗？你个不中用的东西，让人占了便宜还帮人数钱呢。我就是帮你要你应得的那份。女人的名誉比任何东西都贵重，我不允许你这么侮辱。白睡才叫被侮辱，你要不想让我侮辱他，拿钱来。好，我立刻就去给你拿钱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别想跑。你怎么了？现在不丢脸。怎么强赖账啊？走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走啊，臭无赖，你别想赖账。我说回去。我又变回来。你又害怕阳光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只是短暂的变回了人类。什么？我之前失去了血族的能力，但是同时也不再害怕阳光。我确定我是变成人了，可现在……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你的血有问题。你的血才有问题，我身体健康，吃嘛嘛香。有没有问题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啊！救我！啊！干脆直接把我烧死算了。我只是不想我住的地方变成死过鬼的鬼屋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还欠我100万呢，别想赖账。血族言而有信，绝不会赖账。你能不能不要大喘气？抱歉，我太虚弱了，控制不住。你是不是在勾引我？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有力气勾引你吗？谁知道呢？别走，别走。若不是在勾引我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去把窗帘弄好。我要改和冰公主条约，你能不能吸我的血得由我决定。但是我得搞清楚变成人类的原因。那也得我同意。那你想要什么要求？加钱，加每次不能超过100毫升，每次10万。你的血好贵啊。谁让你吸我的血可以变成人类呢？你可以不答应呢。好，我答应。等一下，你答应过我没有经过我同意不可以吸我血的，血族要言而有信。当然。支付宝到账11万元。不是10万吗？还1万是小费。那还怪好的呢。怎么样，感觉如何？果然是因为你的血。你看吧，不亏的。你好像特别缺钱的样子。缺钱才是人生的常态，我又不是富二代。可是你特别缺钱，是因为你的那个姨妈吗？我16岁那年爸妈出了车祸，世界上只有姨妈一个亲人了，是她收养了我。但是她看起来不是很善良的人。对啊，她从我上大学开始就想着怎么把我卖掉，
卖出去。对啊，卖给那些有钱的男人，当续弦，当情妇，当生育机器。既然这样，我们走。去哪里？没证据。姑娘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没人能强迫你结婚。没有强迫，我绝对自愿。这就是人类的结婚证。我去，你别说，咱俩还挺有夫妻相的。100万呢？啊，你别说，100万还真不好拿。既然有事儿，晚点回家。你查到林佑所有的资料了吗？林佑，你长能耐了！我是回来拿东西的。你的东西？你有什么东西在这儿？这是我爸妈的房子。当初你爸妈死了，要不是我收留你，你能活得这么好？这房子就是你欠我的。没有你，我会活得更好。晚了你了，林佑，你他妈是不是翅膀硬了？你敢吼我妈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在外面勾搭了什么小白脸，总之刘总的彩礼我们已经收下了，你必须给我去刘总那里。要攀高枝，你们自己去攀，别拿我当跳板。好啊，我们家养了你那么多年，花了那么多钱，你现在拿出100万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对，拿钱。要钱是吧？拿去。不是，你哪还这么多钱？这里是100万，从今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还有，从我房子滚出去！林佑，这100万怎么能够呢？你忘了，当初你爸妈借了一堆外债，都是我们帮还的，你还得再给我们100万。你怎么好意思的？没钱是吧？没钱那就滚！欠条呢？我这些年吃糠咽菜，还了你爸妈的外债，拉扯你长大，你傍了个小白脸就想把我甩了？没那么简单。你欠我1000万都还不清。真是一出好戏啊。这位女士，你可以去参与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竞选。秀妍，你真要结婚啊？当然。您不是要借此名义来掩盖自己身份吗？还真的要领证吗？做戏做全套。您这戏入得有点深，不会出不来吧？你不会真的要领证吧？血族的话不是儿戏。图什么呀？你不会以为领了证就可以和我……收起你龌龊的想法。谁龌龊？我只是觉得有必要给我的人加上评价。什么你的人？你收了我100万，你就是我的。我不允许任何人把你当做商品卖，明白吗？其实100万呢？领了证就给你。你们是自愿结婚的吗？我们像是被迫的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马上写。哼，你个小白脸还追上门来了。注意你的言辞。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个小白脸来管。确实是我们的家事，我跟林佑已经结婚了。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不同意。我们之间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决定。他嫁给你这个小白脸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？那你的意思是他就应该成为有钱人的玩物是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让我的亲侄女去干这种事？就是。进来吧。刘总。刘总，您来了就好。刘总，就是这个小白脸勾引我们林佑，
所以他才一时糊涂没跟您走。这就是给你亲侄女介绍的公司。你敢这么说刘总？刘总可是身家几个亿，你又要是嫁给他只会享福，受什么不好呀？给我闭嘴吧你，胡说八道什么。刘总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把林佑送给你，你投资给我开公司的。你闭嘴！你们这一家人啊，太无耻了！我和我的夫人这么恩爱，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呢？九爷，这两个太不要脸了，要把他侄女儿送给我当情妇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刘总，不是你！你闭嘴！九爷，既然已经说清楚。你走吧。是是是，谢谢谢谢。那接下来说说我们自己家里的事。小白脸，你敢坏我的好事，老子弄死你！表哥，你是想认错了吗？李佑，再怎么说你爸妈死了以后也是我们收养的你呀，而且我们还帮你爸妈还外债。外债，我查过了，林佑的父母根本就没有借钱，你的那些借条都是假的，这些才是你那些所谓的债主写的材料证明。这些年，你们用所谓的外债，逼我把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你们，我每天只敢吃一顿饭，为了省钱，我每天骑一个小时的单车去上班。就当买断我们的血缘关系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见你们的了。带上这些钱做点好事，以后都不要再回来。好好好，这些钱我们全部捐给慈善工程。儿子走。他们走了，你可以安心。怎么了？我以为他们虽然贪财，但是至少对我还有点真心，把我当亲人。可是我没有家人了。你忘了吗？我们结婚了，我可以做你的家人。假的，我们结婚是假的。结婚是假，但是我可以做你真正的家人。别激动，粘衣服上了。你要赔的。我没钱。那我让你挣。九爷，收到消息，两天后地下黑市有人要拍卖血族的心脏。什么？我马上就来。他怎么来？秦墨然，嘘，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不能让他知道我来买法器房的。见见世面。那你呢？你来买什么？一件东西。九爷，他没事。今晚的第一件拍品，金大师开光能够制服吸血鬼的法器，起拍价300000。你要买法器对付我？哪有，我才没有。400000一次。你再不出价，一会儿东西就要被人买走。400000两次。400000，我出500000。我出100000。还有没有要出价的？没那么多钱了呀。一定是那个猎魔人为了抓我们设的局。秋爷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个猎魔人故意把族人的心脏放到黑市，他知道我们一定回来，想借此机会查清楚我们的身份。那怎么办？没事。1亿2000万。1亿5000万。1亿8000万。是盛家的盛奇东。这临海市最大的豪门就是秦盛两家，没必要为了这个东西得罪他。2亿。如果有人给我那么多钱，我可以献出我的心脏。
我可是盛家的人。无论他出多少，我都加一千万。好，算你狠。一会儿你帮我把最后的拍品留下，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。你今天买的东西，我也全部买。东西你可以买下来，不过你能不能带走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我现在就把它吃掉，你看我带不带得走？哼！秀爷，盛家的人也在这儿。长官盛世利用血族的心脏能救出死鸟，看来果然是真。那个猎魔人会不会和盛家联手了？你去调查。是。鱼儿上钩了，哼！100万一次。如果你想要，我可以借钱给你。100万两次，100万三十万。你打算怎么还这笔钱？想要命再说吧。告诉你一个消息，这个东西对我没用。明知道他没用，你故意的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你又不是用来对付我的。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压轴拍卖品。吸血鬼的心脏。那是真的吗？嗯。你就是为了他来的。我一定要得到他，让族人安息。起拍价1亿。九爷，出价吧。嗯。九爷，怎么了？这是一个局。秦梦然，你来了吗？秦梦然，你来了吗？是我，林佑。啊！我说过，东西你可以买下来，但是能不能带走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东西拿来，人可以走。如果不呢？哼，你可以试试。慢着。想通了，那就把东西拿来。秦慕然，你死哪去了？东西可以给你，不过我好不容易带到这里的，你总得给我点辛苦费吧。好说，用钱能解决的问题，那都不是问题。3亿。东西给你，成交。钱打到这个账户上，给我往那个账户里面打3亿。岂不然你再不来，我可真就拿钱走了。东西现在可以给我了。找死！说东西呢？既然你不想活，就别怪我。杀了他！终于等到你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杀了你！九爷，如你所料，那个猎魔人也跟着。我没有钱。我可以给你这个。族人的心脏就这么轻易给了我，真是个没骨气的吸血鬼。我不是吸血鬼，我是人，普普通通平平无奇的人。啊啊啊！你真的不是吸血鬼？谁要你能放过我？东西你随便拿呀。我只是猎魔人，只杀吸血鬼。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？不是我要买，是有人委托我买的。谁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在网上接了一个委托，有人委托买下了这个。你可以走了。真的吗？那这个……趁我还没反悔之前。嗯、
九爷，其实您不用来，这些人我能解决。我不想家族的心脏有任何意外。除了这个，您就不担心其他？比如某些人？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妻子，即便她是我名誉上的妻子。九爷，您是真男人。你最近话可真多，活还没干完。九爷，这些人都不够热身的。不好，走。真该死，这风头怎么能不给九爷出呢？魏副总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他研究了不死药，一定有了成果，自己吃了药。不然怎么会这么厉害？少总，怎么说？秦墨山，我不会输的，你给我等着。我们走。你真的是那个秦墨然？哪个？秦氏总裁，我的老板。嗯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员工了。不错。团建那晚非要跟我回家。公司周年庆替我解围，给我化妆，还强行和我领结婚证。你所做这一切果然都是知道我的目的，果然是馋我身子。这不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现实版吗？魏副总，魏青，盛总。这是秦氏的东西。抱歉，这件东西我志在必得，改天我亲自登门向秦总致歉。给我上。盛启东，你当真要抢我东西？秦总，没想到你也来。我要不来，我的东西就不保了。什么？他竟然是我老板？秦总，这件东西我要了，花多少钱都可以，您开个价吧。我不卖。他果然在用吸血鬼研究不死药，不能让他得逞，否则盛世就永远被秦氏压一头。如果我说我一定要的，那你试试。给我上。你保护他。我只撒了一个饵，没想到上钩的鱼那么多。那小青，他是猎魔人。我知道。秦总，刚刚真的好厉害啊！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厉害的人。你现在见到。或许我看到的不是人。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我想问问，秦总花那么多钱买吸血鬼的心脏是为了什么？研究。传闻林海市有人利用吸血鬼心脏研究不死药，秦总也有份儿。如果秦总真的想研究的话，可以挖自己的心脏。不要！他竟然为了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什么都没看见。秦总的身体还好吗？如你所见，没有任何不妥。你不喜欢大蒜？我也不喜欢。不可能，他刚刚展现出来的能力，绝对不是普通人类能够办到。从那个女人身上下手。你刚刚为什么那么紧张？谁知道你是什么水啊？万一是硫酸呢？你自己不怕，反而护着他？他是我老公，我当然护着他。这么说，你很爱他？当然。
我送你一样东西吧。是什么？很抱歉，向你洒了两次圣水。这个东西送给你。我看见你在拍卖会上买了一件吸血鬼的法器。好像是假的，对吸血鬼没用。这个十字架能够让吸血鬼暂时失去行动力，即使是吸血鬼王族也不例外。哎，真的吗？那可是个好宝贝啊，有了它就有了保命的东西了。抱歉秦总，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送给您表达歉意的了。您这样的人什么东西都不会缺。不必。哼。把它丢了。什么？我说把这个项链丢了。为什么？我才不要。因为那是他的东西。不管他谁的东西，只要对我有用，而且他现在是我的东西。你是真想买对付我的东西是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想要个护身符而已。什么？根本没有用。当然没有，因为我现在是人类。嗯，对啊，刚刚圣水都对你无效。你忘记了，刚刚我们问你，你在担心我吗？才没有。九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召集兄弟们去杀那个人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？本来都要得手，突然杀来一批人把他救走了。查到是谁的人了？是盛家的人。盛气多，是你先惹上火的，就别怪我无情。怎么了？该死的盛启动，把转我的钱都撤回了，三亿啊！有了他，我就可以还你的债，财务自由，环游世界了。很可惜，我现在还是你的债主，不过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抵债。用什么？用你的血。我好像有点多余啊。看好了，我是秦默然的现任妻子，如假包换。你说什么？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我给你一笔钱，然后离开他。然后呢？你嫁给他。没错。什么烂俗的偶像剧桥段，这才是对大家最好的选择。他都二婚了，你不介意啊？你就这么爱他？林小姐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并不爱他。那你还上赶着嫁给他？我是盛家大小姐，他是秦家家主，论家世、论相貌、论才干，我们都是最般配的。爱，对于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来说，是最不重要的。我知道，秦默然也知道。这不是什么烂俗的偶像剧桥段，这是最现实的运行规则。500万，离开秦默然。易先生，现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了吗？如果我还是拒绝呢？当然可以了，这是您的自由。只不过，我可不敢保证下一次您在被人围杀的时候，我还会路过。可以告诉我，是谁设的伏吗？秦氏的人。哼，果然是秦默然。我可以和你合作，你想得到什么？我可以提供任何你所需要的东西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就是将你猎杀到的吸血鬼交给我。好，成交。请跟我走一趟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大小姐有请。我不认识什么大小姐，我不去。不去也得去。大小姐，人带到了。走吧。是你要见我？没错，你就是林佑。你是？最近和秦默然见面吧。他出差了。他是这么跟你说的？最近我在黑市看见他了，他身旁还跟着一个漂亮女孩。什么？妹妹，你可一定要留在秦默然身边，
我倒要看看这个秦墨然在搞什么鬼。我是秦墨然的未婚妻。秦墨然的未婚妻？没错。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秦氏的一个小实习生。不过是众多想要晋升上位的女人罢了。原来拿钱走人就是这种感觉。我拒绝。你也要跟我说真爱无价这一套吗？不是啊。盛小姐，秦墨然可是临海的商界大佬，才500万，是不是有点太看不起他了？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，开个价吧。秦墨然，你有未婚妻还和我结婚？那我从你老婆那里拿点钱就是天经地义，要是把它卖了肯定得换个城市生活。嗯，房价6万一平，起码得买个200平的大平层吧。代步车80万我觉得不过分，生活费的话10万应该够节俭了。咱们起码得活到他一个100岁，七七八八加起来我觉得差不多1亿3352万。还有零有整的，你是怎么算的？我自然有我的算法，你就说给不给吧。2亿。离开秦墨然。不愧是盛小姐，就是大气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了。明白。可以。把我给你的钱还我。小意思，我现在有2亿。谁给你的钱？你的未婚妻。盛兰，盛大小姐，她给我2亿，让我离开你，还你钱绰绰有余。所以你就拿了？为什么不拿？反正我们也只是契约婚姻，有了这2亿，我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再也不用伺候你这个毛病一大堆的吸血鬼了。你是这么想的吗？当然，你就和你的盛家大小姐远走高飞吧。现在你没有钱了。你二位大哥，终于等到你们了，快带我去见盛小姐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带路呀。哎，快快快快快，快上车。我今天遇到一个人，他叫盛兰。他和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他和你有婚约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没错，我和他有过婚约。一个渣男，你有婚约还和我结婚，还领证。你很生气？我当然生气了，你犯了重婚罪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个渣男，离婚不得给我个1000万补偿，别想好过。还有，以后我的鞋也得加钱。我和他只是谈过婚约的事，并没有和他结婚。这有什么差吗？当然有差别。照你的意思是，我得结2次婚。我和你说的是一件事情吗？那你说的是哪件事？你脚踏2条船，你有喜欢的人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？你说的是这个。我们是契约婚姻，你别忘了，我给了你100万。盛家大小姐漂亮又有才干，跟你才是门当户对，跟我结婚委屈你了。我要跟你离婚，你现在从这儿搬出去。九爷，夫人这是去哪儿？去接盛兰。啊，盛兰，盛小姐。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您之前不是跟盛小姐有过婚约吗？是时候该说清楚了。反悔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你这次见我干嘛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上次你给我的支票被我不小心给烧了。你自己给烧的？要是我说是秦墨然用超能力上的，你更加不信。想要钱是吧？我可没说，你自己说的。3亿，够了吧？别吃的太多，把自己给胀死。够了够了，要银行卡，不要支票。我还真是小瞧你的野心。不如这样，你离开秦墨然，来给我当助理怎么样？那我可真是不要命了。我可不想破坏你跟秦先生的感情。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感情可值得破坏。墨然，
齐墨然，沙兰，你如果赚钱嫌钱多，就拿去捐给慈善基金会，给不相干的人干什么？墨然，我只是在清扫我们婚姻道路上的障碍。障碍？我理解，你身边肯定有很多女人费尽心思的想要爬上你的床。你有这种想法吗？没有，我不在乎这些人。既然我已经选择作为秦太太，那我就做好应对这些的准备。你为什么没有这种想法？啊？他刚刚说许多女人想爬上我的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能吧。那你为什么没有这种想法？九爷这直球打的厉害啊。我洁身自好。李勇，你可以大方的承认你对秦墨然的感情。盛大小姐，不要自己给我乱加戏啊。不过他对你有没有真实情感就不好说了，也许你对他还有什么价值，但你觉得这真的是爱吗？盛兰，我警告你，不要诋毁我们神圣的婚姻。墨然，你真的爱他吗？如你所见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你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当初我们两家谈婚姻只不过是商业联姻，各取所需，我并不喜欢。我知道，但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婚姻。正如你也不确定你爱他，但是你还是和他结婚。也许盛兰说的是对的，我不会计较你这次的行为，我们两家依旧可以联姻。不必了。为什么？回去去问问你的哥哥。奉劝你一句，男人三心二意是常事，当你没有了价值，他也会毫不留情地离开你。盛兰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他也未必爱你，为了钱他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。你会吗？我不劳盛小姐费心了，我们夫妻两个的事情我们自己会解决。你会后悔的。我和秦墨然之间真的有爱吗？夫人，接下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吧。你要是感冒了就去吃药，一直咳，烦不烦？对了，装病，吃什么药啊？你还真感冒了？血族还会生这种小病？始终血族就不能感冒？这个吗？六六六。人家叫九九九。哦，拿反了，这怎么吃？放嘴巴里，这要我教你吗？啊，谢谢。我和盛兰的婚约完全是出于商业考虑。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对他没有感情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你还像你们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结婚，感情是不重要的。说的也是，确实。其实我，林小姐，我去，叶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有点事儿想和林小姐说。我们两个好像没什么事情说的吧？这屋子有点暗呀，林小姐不觉得太压抑吗？啊，我刚起床，没拉窗帘。叶先生刚刚说有事情跟我说，是什么事情呢？哈哈，很冒昧，听说林小姐和秦先生感情出了点问题。这猎魔人这么八卦的吗？林小姐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没说呀。那为什么我满脑子都是你的声音？救命啊，他在用土味情话撩我。什么声音啊？猫。我养猫了，叶先生。
不好意思啊，林小姐，我以后只能称呼你为您了，因为你在我心上。老婆，家里来客人了吗？秦墨然，你果然在这里。你要干什么？让开，这是我家，请你出去。如果我说不呢？我不会让你过去的。现在是白天，秦墨然打不过他，他干嘛要出声啊？今天我们要扮演一天恩爱夫妻，不能被他看出破绽。哼，谢谢两位让我蹭饭。我们平常就这样。我时常怕他离开我，所以我要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让您见见笑了。是的，你别看他平时啊在商场上杀伐果断，其实可粘人了，对吧？来，这样子啊。哎，你这样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易先生，千万不要介意。不介意。来，亲爱的，吃这个对身体有好处。谢谢亲爱的，我不喜欢吃。嗯，这个健康。谢谢亲爱的。真是肉麻。我吃好了，多谢两位款待。还有事儿先走了。慢走。刘，你不是你说要假扮恩爱夫妻的吗？算。戏演完了，再见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嗯，易先生，你来我家要对我妻子做什么？没想到秦先生竟然在这里。我在我妻子家，这很奇怪吗？不奇怪，只是刚来的时候没看到秦总，以为您不在家呢。昨天晚上太累了，起了晚了。秦总，我应该给您赔礼道歉。道歉你不必，还请易先生以后不要不请自来，无论我在或者不在。怕阳光，他真的不是血族。啊，真是冒昧。我跟我妻子呢感情很好，一会儿我们要庆祝我们相遇百年，所以今天就不送易先生。是吗？我正好也有点事情要去那里，秦总不介意让我蹭个车吧？完了，要迟到了。柳特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拿上你的东西，走吧。九爷说，你以后都不用再来了。他让我走？是的，秦总让你离开公司，待在家里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林小姐，你对秦总很重要。那别误会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血对秦总很重要。那和我离开公司有什么关系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秦氏可以养着你，但你就千万不要再对秦总有任何一点其他想法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。你有自知之明最好。林小姐，你知道秦总活了多久吗？一千年。你知道这一千年当中有多少人来了又走了？你真的认为他会爱上一个普通人？好好想想吧，什么才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？你和这蛋糕有仇啊？啊，没有没有。那你和秦墨然离婚了？有什么好纠结的？只要他还有你心里想得到的东西，那你就留下来。无论是你想要钱，还是想要爱。大小姐，我真的很羡慕你。羡慕我的人有很多，不差你这一个。哈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
盛总，叶先生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听说林小姐离开了秦氏，我想邀请林小姐进入盛世。为什么？林小姐有胆识有魄力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我自然是不会错过的。应该没那么简单吧？想让我做什么就直说吧。我就说林小姐是个人才。这里是5000万，请林小姐随时把秦墨然的动向告诉我。这兄妹都这么喜欢给人钱。觉得你自己很厉害是不是？林耀，干什么？先下手为强。你，林小姐。他怎么会来？林小姐，是我，一凡。你一点都动不了吗？动不了。他应该走了。你能被十字架控制，你果然是吸血鬼。秦墨然，快起来！林小姐，快过来，他是吸人血的吸血鬼。你放开我！秦墨然，你催眠了他。你们一起计划好。林耀，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去死吧！不要杀他！别白费力气了，你被我的法器所伤，现在正处于麻痹状态，你跑不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在一定距离内，我能感应到法器被发动。你早就计划好了。你以为我为什么送他法器？卑鄙！对付这种冷血的畜生，再卑鄙又何妨？再不让开，我也顾不了你了。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没有，你要相信我。你可别后悔。垂死挣扎。秦墨然！妈的，他明明被我用法器控制了，怎么还能动？难道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原因吗？我没有。那你和他是什么意思？吃个饭而已，爱信不信。林耀，一凡是我的敌人。吃个饭而已，又没干嘛。他给你什么条件？我会给你2倍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人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只要说出来，我就可以给你。我只求你把我当个人。什么意思？一个普通人，不是你变身的工具。为什么要生气？他给我钱，我办事，本来就应该这样。林佑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你刚刚那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一个提醒吧。你还真把他当朋友了是吧？哥哥，不是你让我跟他交朋友的吗？上次给你的法器还留着吗？嗯。好好想想盛总的话。你去哪里了？和朋友吃了个饭。我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是和一凡吃饭吗？你监视我。你真的要背叛我？秦墨然呢？逃走了。林小姐，你被催眠了。什么？秦墨然是吸血鬼，他有催眠人的能力。被催眠的人会按照他的意志行动。我没有。被催眠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被催眠。我给你的法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抗吸血鬼的催眠，应该是你一直带着摆脱了催眠，
所以才用法器控制住了他。他以为我被秦墨然催眠了才和他在一起的，就让他误会吧，看看他们要怎么对付秦墨然。原来如此啊。喝下这瓶圣水，你就能完全摆脱催眠。还蛮好喝的，水里放了什么？告诉我呗，下次我自己做。真的觉得他会帮我吗？没有被催眠，人类怎么会帮吸血鬼？况且我一直盯着他，他能搞出什么花样？哼！对，最好是。他不会不来吧？他要是敢放我鸽子让我白等，我就拿桃木剑扎他。桃木剑是用来对付僵尸的，对吸血鬼没用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早就到了。那你还躲着？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的陷阱？我才没你心眼那么多呢。你说了要给我一个解释。秦总，不如我来解释如何？你又背叛我。吸血鬼和人永远都是敌人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王妃，我那么相信你。你还是乖乖投降，做我们的研究材料，还能保密。不然我就只能杀了你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经过我们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吸血鬼的肌肉和骨骼的硬度超过合金。我知道了，你们继续。他们在做什么？研究。盛启东在利用吸血鬼研究不死药。真的能研制成功吗？如果人不会死的话，那就不是人了。那你还帮他？这也太残忍了。残忍？你是没见过吸血鬼的残忍。他们把人当成食物，可以当着一个孩子的面把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全部吸干血。你见过一个人类被吸干血的样子吗？皱巴巴的，像是没有水分的橘子。你别说了。林佑，吸血鬼和人类是永远的敌人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所有人。你要帮我除掉吸血鬼。你觉得我一个人来是为了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九爷，人已经全部救出来了。这就是你一个人来的原因？我要是不一个人来，怎么能引你上钩呢？老子先杀了你！啊，我弩呢？要杀他，先问问我。你们早就串通好了，很意外吗？卑鄙！你才卑鄙！只许你坑我们，不许我们坑你。秦墨然，你用了什么办法催眠了他？他身上有法器，不用提前让他喝了圣水，应该没机会了。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催眠？不然他怎么会帮你？我就是想帮啊，不行吗？你是人类，你就不怕他把你血吸干？才不会。对，不会。放我们走。再上前我杀了他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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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秦墨然，放我下来。你说什么话？我会送你到医院的。我真的要出来。没事。别管我了，别管我了。因为什么？林佑，我不准你死，我不准你死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一定。谢谢你。忘了吗？我们结婚了，我可以做你的家人。假的，我们结婚是假的。结婚是假，但是我可以做你真正的家人。不赶紧变成人，我就会被阳光射死。可是如果我变成人，
就没有血族的子民了，就再也动不了。行了，你可惜我的血，一招伤害就不大。林耀，秦墨然，夫人，夫人先别动，你的伤可不轻。秦墨然呢？九爷把您送到了医院门口，医院的人看见您之后就……可你秦墨然呢？医生说您这几天要保持好情绪。夫人，夫人，您不能下床。你让我去找他。夫人，您真不能下床。你让我去找他。夫人，九爷已经死了。不会的，他不会死的。九爷把您送到门口的时候，就已经不行了。你骗人！你骗人！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。夫人，夫人，医生，医生，夫人，你醒醒！怎么样？他什么反应？夫人听到您死的消息，伤心欲绝，晕了过去。他没事吧？医生说是伤心过度，没什么大碍。对了，九爷，您何必演这一出呢？害得自己还担心。我什么时候担心了？我只是帮他认清楚谁才是对他最重要的。真是死鸭子嘴硬。那您什么时候去看夫人？我什么时候说要去看他了？这都不死，吸血鬼真难杀呀！我的肋骨全都断了，内脏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。秦墨然，我在。好疼。哪里疼？全身都疼，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等等，让我缓一缓。怎么感觉这么真啊？你不是莲花？我有说我是吗？秦墨然，你没死，你敢骗我？你没死，好好好，你没死。我没死，我还好好的活着呢。我以为你真的死了。我本来以为我要死了，可是一个爱哭鬼一直哭，就把我给哭醒。你才是爱哭鬼。真的很痛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哭了，你再哭我真的心痛死了。卫青怎么说你死了？他不了解情况吗？他寸步不离跟着你，怎么会不了解情况？这是他的失职，我会教训他的。但是有一个人也该教训教训了。谁？热气动。干什么？林小姐，我们帮你换个病房。为什么要换？这挺好的呀。秦总让换的。秦墨然？刘小姐，人带来了。是你？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林小姐，你的伤养得怎么样了？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那么狠毒？我没惹到他。可能还是挺重的，我回去休息。别演了，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跟你说，你要么离开秦总，要么从这给我跳下去。
怎么是个人就要我离开秦墨然？你也太小气了，人家都是给我钱让我离开秦墨然的。哼，盛兰给了你三亿，你走了吗？那你可以把价钱提高一点吗？林佑，我没空跟你开玩笑啊！救命啊！你是离开呢，还是跳下去？秦墨然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吗？九爷不需要知道，你不怕他追究你？那又怎样？我这样做就是为了九爷。为了他？我没碍着他什么事啊！自从你来到九爷身边，他遇到的危险就越来越多，你就是个灾星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九爷把我从小养到大，不是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到他安全的人待在他身边。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了，你就是嫉妒。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？就凭我是他老婆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那你是离开呢，还是跳下去？有本事你把我从这儿扔下去。扔下去。放开我。放肆。把他带过来。等等。等等。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。还敢如此擅作主张！九爷，他待在你身边只会给你带来危险。不知悔改。九爷，我对你忠心不二，但是那个女人绝对不能留。做噩梦了？秦墨然，我在。不要，不要管我，不要，你不要死。我怎么能不管你呢？秦墨然，不要！秦墨然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怎么样？秦墨然，你怎么还没有去投胎啊？你是不是还有心愿没完成？是的，我还是心愿未了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做的，我都帮你做。我想知道，你是不是真的爱我？你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了。听你说完以后，我就要去投胎了。反正他还要去投胎了。是啊，我是爱你，怎样？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也爱你。要不是他，你怎么会被猎魔人算计？怎么会受那么重的伤？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九爷，求您放过依依，他都是为了您。为了我？如果有一天他要为了我杀了你，那就让他杀了我。如果没有您，我和依依早就死了。在我们心里，您比任何人都要重要。如果我死能够救你，那我一定会去死。你放了他吧。我差点把你给害死。我现在不还好好活着吗？林佑，不用你装好人，九爷要怎么罚我，我都受着。真不知好歹。带他下去，好好反省。是。走。盛总，我想跟你谈一笔买卖。林佑不见了，我不是叫你安排人保护他的吗？请九爷责罚。起来吧，他八成是被人绑架了。属下立刻派人去找夫人。不必了，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我，绑架林佑不过是为了引我上钩，我们不用去找他们，他们一定会来找我。九爷，我怀疑咱们之中有内鬼。
确实有点蹊跷。保护夫人的人就这么容易被收拾掉，而且报警信号一直没发出来。九爷，保护夫人的人选是我挑的，请您责罚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我一个人静一静。是。你们抓我没用，这么明显的陷阱，秦梦然不会来的。如果是之前，我也觉得他不会来，但是现在他一定会来。你的血对他很重要。你在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，对吗？因为秦默然身边有我们的人。是谁？你觉得谁看你不顺眼？柳依依。哈哈哈他有什么计划？他打算利用血阻解救灵佑。我知道了，你做得很好。别忘了答应我的事。放心。秦默然的计划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只要他敢来，那我们就是瓮中捉鳖。卑鄙。商业手段罢了。你知道柳依依跟我们达成合作的要求是什么吗？杀了你。一凡，盛启东，放了灵佑。这些就是你们要的血族，能力已经被抑制，和普通人一样。先让他们过来。我要是放了，你们不放人怎么办？秦总大可不教人，反正他对我们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别怕，灵佑，我会救你。现在可以放人了。金总，这商场上讲究的就是斩草除根，您不会不知道吧？不可能，他们已经被我用法器镇住了，为什么还能动？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血族。竟敢耍我们！来之前我就很清楚谁出卖我，所以我就将计就计，将人类当作血族交给你们。你们只会防备血族，不会防备人类。现在我的人比你们多，你们输了。怎么可能？他们的力量强上了许多。秦默然，你果然够阴险，幸好我还有底牌。他们两个好像……血族。秦默然，你以为我研究了这么久的吸血鬼，我一点结果都没有吗？除非你想反悔。他们这些普通吸血鬼哪有你这个吸血鬼王族来的尊贵呢？盛启东，我们说好的，你们只要几个血族做研究，你们想反悔吗？柳小姐，我再教你一个商场上的计谋，叫兵不厌诈。你怎么回事？九爷，对不起。你背叛了九爷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告诉他们一些机密，希望他们杀了灵佑而已。所以夫人是你故意让他们绑走的。九爷吸了灵佑的血能变成普通人也是你告诉他们的。你秦总，这一次是我赢了。是吗？看看你的身后。啊，不可能。
九爷，依依，我真的没有背叛过你们。九爷，我还是喜欢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。。人类帮吸血鬼就该死，秦墨然，受死吧！你没事吧，秦墨然？那是他之前给你的。他之前拿来对付你的，现在这叫自食其果。没想到，我一生都在猎杀吸血鬼，到头来却死在自己的法器上。你恨血族，说血族是人类的敌人，可你现在自己也是血族了。报应啊，报应啊。九爷，一凡跟盛启东因故意杀人罪和谋杀罪已经被抓进去了。按照您的吩咐，盛启东的秘密基地和研究也都毁了。你干得不错。喂，我有事出去一下。大小姐，你怎么样？我还想问你怎么样。那个，其实想说什么就说。你哥哥是我们送进去的，就这，你不怪我们？成王败寇罢了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哥做了什么，但应该不是什么好事。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算账的呢。是。你还欠我三个亿呢。我可一分都没有。我来是跟你告别的。告别？你要去哪？出国。我舍不得你。放心，你欠我三个亿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要找找秦墨然，别找我。走了。他找你干嘛？兴师问罪吗？没有，他要出国了，来跟我告别。善良这点倒是很不错，拿来解放就行。怎么，你后悔了？去追，还来得及。这样就吃醋了吗？才没有。唉，这件事总算是完了。秦墨然，好像是下雪了。没有，我们之前的婚姻是契约婚姻，是交易。这是我一生当中做的最好的交易。今天我以我的心为誓，以满愿为证，我爱你，生生世世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
去北欧看极光要带些什么呀？你倒是也出出主意啊。爸，找什么事？你说你找到了让你心脏重新跳动的人，他关乎着我们整个血族的安危。